乡村爱情十三要来了，刘能却换了人。看到新人后，网友直接弃剧，很难想象乡村爱情系列的电视剧竟然已经拍到了第十三季。从2006年的第一部到如今的第十三部，乡村爱情系列已经跨越了将近十四年，连载如此长的时间，这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。甚至还有网友将其调侃成中国超长农村魔幻现实主义连续剧。近日有媒体爆出一段乡村爱情十三拍摄路透，有网友发现新剧中刘能的扮演者不再是王小利了，而是由他的徒弟赵明远饰演。路透中可以看到赵明远版本的刘能虽然在极力模仿王小利版本，但总感觉是差了点意思。赵明远的刘能似乎可以直接一拳把谢广坤打翻在地，而且王小利贱兮兮的模样，赵明远也没有得其精华。到底是看惯了王小利的刘能，如今来个新人，就算长得再像观众们也是接受不了了。